听说大家都想看我跟潘晓婷同台竞技，今天我来了。偶像，我来挑战你了。姐，你搞错了吧？那是阿维塔支架挑战赛，你跟人家比开车的。开车也行，走。我们现在就在阿维塔支架挑战赛的活动现场了，我们先去打探一下情报。一会儿比赛的时候是敌怎么办？是敌我都给你呗。都给我呀？行，那照片能拍。那个什么，油门踩多了的话，这照片拍不了了。这球杆你能多送一点给我粉丝吗？那一会儿就看你怎么表现了。都懂，人情世故这一块。比赛开始之前呢，先来了解一下我今天的座驾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怎么可能会输，兄弟靠你了。相信哥哥啊，保你。看见没有？其实我也是潘晓婷婷姐的忠实粉丝。刚刚婷姐对我说钟瑶加油啊，我心都融化了啊。啊！现在完全我都没有操作，完全是小塔自己在操作。啊！有人变化，看到了吗？有个小孩鬼探头了，刹住了，很简单。我们主打一个优雅，不带跑的了。十八分钟，这么夸张？太夸张了吧！婷姐最终又是十四分钟，说好的报赢呢？保你。虽然挑战失败，那和我的偶像比个小星星也可以。最后输的小成本，漂移过程中可以平水。我们得一边喝这个一边漂。我最后一口差一点喷出来，真的差一点。勇士出征。觉得怎么样？感觉有点胀肚。